方借军援之机在菲律宾部署中岛，中方已多次表达了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。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，按此前公开承诺尽早撤走中岛系统，同时正告菲方不要打错算盘，把自己绑上美国战车，只会自毁家园，自食恶果。中方工具箱里有丰富的选项，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反制。